本人的一生啊，就像一趟旅行啊，沿途有数不尽的坎坷。所以台长说，一辆火车从开始生命的出发点到人生的结束，没有一个人会陪你从头到底的。在这个人生的旅途上，上上下下的旅客都是陪你度过了某一个人生的阶段，所以珍惜每一个人生阶段的你的朋友、你的亲人，你就会拥有每一段人生精彩的生活呀。